因为按照我们组织部的草案的哈，就是总统的领表和登记是2月12号到2月16号，好，那总统的民调时间是3月16号到3月18号，那立委哈，立委的登记时间是3月2号到3月6号，那民调的时间立委是3月19号到4月10号。